舔狗建筑小开约会被直击，米可白认爱，松土再婚进度。友谊情感哦，满满的，都是满满的。你满了，米可白就满出来了。会单两年时间，下一个会更好的说法实现喽。米可白4月22号被直击，挽着新欢一起逛街，对方身份也被起底，是杜姓建筑业小开。我跟你讲，钱这个很香哦，香，我是钱钱。米可白新欢有的是钱钱，也很爱钱钱哦。知情人士透露，杜姓小开是暖男一枚，对米可白很是照顾，连毛小孩都一起疼惜。好，不要争宠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要争宠好吗？米可白也透过经纪人认爱，表示两人才刚开始交往，对方大他5岁，是在朋友间的聚会上认识。因为男方呢是一般的上班族，米可白担心恋情会见光死，希望大家给一点空间，并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表现上。我真的花了好多的努力，只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的突破与成长。来人，为两位公子吃饼。米可白 AKA 彰化知名糕饼店千金， AKA 葡萄姐姐， AKA 尾牙大王谢明杰的前妻。完了完了，你要加油啊，我有讯，醒过来啊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愤怒100，这要破百的啦。愤怒86，愤怒等一下，然后放松14分，你还要低于15分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我现在给你们私人时间30秒。陈志远，在看荧幕啦。你看什么荧幕？哦，哇哦，我愤怒100。我要离婚，我要离婚。结果2020年真的宣布离婚了。米可白曾经说喜欢单眼皮的暖男，择偶条件是孝顺、爱家、爱狗。年龄的range呢，可以大他15岁，小他5岁。如今呢，终于等到桃花开了。至于之后会不会再婚，经纪人透露，米可白还没想到这么多。目前新欢也尚未跟前夫谢明杰见过面。我们每天都会视讯，然后每天都会讲电话，就是。我跟我前夫都是很好很好的像家人，因为我们都有养4只狗狗，我们会一直互动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怎么那么不可思议这样。加油！加油！有啦有啦，我下次把我的查一下，离婚协议书给你，我那我拿身份证给你看，真的有离啦。你好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拿下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，阿哥最怕的。